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迪丽热巴，很高兴可以成为快手的代言人。以后我就入驻在快手了，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，多多点赞，然后我们可以多多交流，记得要关注我哟，比心。就这。你长这样谁要？上快手看奥运，我们一起赢。搜索奥运一年级，7月23日起，每晚22点起，解锁奥运吃瓜新方式，等你来看哦。Oh my god！ 哦耶，我是帅哥，一个长头发的帅哥。大哥没文化，大哥也不喜欢说话，但是，大哥爱，大哥爱。6月3日，来我的直播间参加我的生日派对吧。就这。你长这样谁要？